明天就是父亲节了。无论我们是在天涯海角，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幸福，儿孙满堂，寒衣弄孙，亦或是有一天我们终究白发苍苍，举举无亲，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，都有一段对父亲最难忘的记忆，父爱如山。下面有梁如颖大姐为大家朗诵她的自创作品《父亲的爱》，请刘颖。大家好，首先让我祝在座的所有父亲和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。这个六月，今年的六月，正是我们父亲100多岁诞辰。我现在借这个平台，向我的父亲说几句话，谢谢大家。父亲的爱，有一个人在你困难的时候，在你遭遇危难的时候，会遮风挡雨，帮助你，那就是父亲。有一种爱，他让顺利索取和喜悦，却不要你的任何回报。这就是父亲。幸运地考进了白老汉。
掉的身体，父亲就是顶梁柱，支撑着我。他以真情厚爱，以无为而治的安慰，把我提升，带回生活的正轨。跟父亲，你的爱就是春天的阳光，照耀着我，温暖着我。你的爱就是站在我身后的身影，默默地守护着我。敬爱的父亲，你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是你的笑貌时常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，你的谆谆教诲永远牢记在心。父亲，我的老父亲，我好想念你呀、啊！身为你的女儿，我是幸运。我为你而骄傲，这辈子做你的女儿，我还没有做过。如果真有来生，恳求你呀、啊！